今天是1998年7月14日，来到这个山吼2.2K，陈大哥。陈先生大哥你好。你包装啊？对啊，包装啊，今天上尾工啊。啊，我无来，你得慢了啊，来看一下，就是要看大哥的头啊，今年采收了，看一下。大哥，你今年安尼头啊吼，对头啊吼，开花喷到即马喷几遍？5遍。五遍啦吼，啊！你感觉今年吼，因为今年是较早用嘛，去年迄阵熟晒上班，啊！你感觉今年吼，桃仔有进步无？啊！你有感受到啥物好诶所在？你甲咱讲。会啦，会使啦，即阵就是讲，伊迄大，今年大较侪啦。吼，大诶较侪啦吼，较少啦吼。啊，色水咧？色水普通啊啦，会使。嘛是粉红啦吼，啊，搁有咧，因为要去树仔顶看吼，大哥，你今年讲白白有伫下农药吼，白白搁下海环保，你有看到啥物病害？你即边感觉较少。即个穿红病啊，穿红病较少啦。哦，安尼哦，啊你别人隔壁有着穿红病啊？隔壁有着啊。啊，你会无啊？我会无着。哎呦，安尼哦，你嘛是农业有抓，海关包嘛有抓嘛。安尼哦，大哥有感受着，就讲病虫害有看到迄个穿红病无？穿红病有啊。哦，啊，今年的桃仔嘛真水啦，你甲看者，这是买桃仔嘞？你买，买到上尾啊啦。上尾去啊。哦，啊，搁有上海水蜜还袂歹嘛？阿伯，这是算中桃嘛？啊，就顶届阮翕的迄款的中桃，就是这款的吼。好，啊，即马就是大哥在办的哦，即马在分级包装哦。今年的桃啊，有表现，直接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谢谢。